1500多年之后，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又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关这个人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他生于古印度的一个婆罗门贵族家庭，大约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渡海来华，传播佛法，创立了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禅宗。他的名字叫菩提达摩。嵩山是中国五大名山之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它由少室山和太室山组成，72峰连绵60多公里，东接五代京城开封，西连九朝古都洛阳，素有遍洛两京、中州名山之称。中国古人称高大的山为岳，并把地处中部地区的五座大山命名为五岳。嵩山因位置居中而被称为中岳。菩提达摩并不是第一个来到嵩山的佛教徒。公元71年，一座崭新的佛教建筑在太室山下落成，这是汉明帝专门为来华传法的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修建的大法王寺。由于这里距离东汉的首都洛阳很近，同时又能够躲避城市的喧嚣，两位高僧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一本本梵文书籍第一次被翻译成了汉字，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典籍。从此佛教在中华大地上慢慢地传播开来。大约在公元490年后，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站在了嵩山脚下。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驻足，同样也没有人知道他带来了什么，他将改变什么。面对着这片陌生的土地，这个立志在中国传播佛法的异国僧人将怎样开辟弘法的道路呢？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的时代，由于皇室贵族们大多笃信佛教，大批天竺僧人来到中国传法。在菩提达摩之前，有一位叫跋陀的僧人来到了嵩山。北魏孝文帝在少室山下为他营建了一座寺院，因为地处环境清幽的丛林深处，故名少林寺。这座在日后名扬天下的寺庙，就在这凌乱的诵经声中开始了它的历史。日落之后，嵩山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雾霭之中，微弱的光线投射在达摩面前的石壁上。随着夜色降临，一个短短的阴影正以一种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速度在石壁上慢慢消失，那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是菩提达摩来到嵩山的第二年。少林寺并没有敞开胸怀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时的少林寺是一座小乘佛教的寺庙，与菩提达摩所修习的大乘佛教不同。乘是运载工具的意思，小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世间唯一的佛，教众们以自我解脱为修行的终极目标。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佛家弟子要以普度众生为己任。
两者对佛理的解释、所操持的戒律，甚至修行的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菩提达摩就这样被排斥在少林寺的山门之外。在少室山五乳峰下的一个石洞里，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修行。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特殊的法门，为达摩所独创，以闭关为修行方式。所谓闭关，就是面对墙壁，排除杂念，无所执着，关照内心，由此通向觉悟之路。虽然这个沉默的比丘明显地表露出不希望被人关注的姿态，但当地的山民还是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既不念经也不讲法，只是面对着一堵石壁终日枯坐的怪异僧人。出于好奇的心理，山下的僧侣们陆续上山向他请教佛法。在那个冰冷的石洞里，他们听到了一个之前闻所未闻的佛家词语——禅。从那时候起，少林寺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以禅宗祖庭的特殊位置屹立于遍布这个国家的数以万计的佛教寺院之中。他所宣扬的禅宗理念也将以最简单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这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这是一份五千年的等候。中国国家旅游局、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联合推出大型高清电视系列献礼片《畅游中国》，泰德治河鸿篇巨献。每天早晨四点，寺院中的板声响起，僧人们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与所有佛教寺院一样，少林寺的僧人们每天早晨也要完成早课。不同的是，在早餐结束之后，武僧们开始研习少林功夫。关于少林武术的起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少林寺初建时，周边深山密林中时常有野兽出没，为了强身自保，僧人们便开始习武。第二种说法是，当年达摩终日坐禅，不免筋骨疲倦，于是创造了一些活动肢体、疏通经络的动作，传于后世，逐渐演变为少林武术。今天已经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在过去的1500多年的岁月里，菩提达摩建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地位，而武术却最终改变了这座寺庙的命运，使得少林寺在中国众多的寺庙中脱颖而出，从一座单纯的禅宗寺庙成为名满天下的皇家寺院。隋末唐初，天下大乱，各地诸侯纷纷独立。唐武德三年，唐高宗命令他的儿子李世民作为大元帅，率兵东征，进逼洛阳，欲除掉自称郑王的王世充。这是大唐帝国统一的关键一战。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向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出兵对唐军构成夹击之势，危急关头，临近洛阳的少林寺僧人决定出手帮助他们认为未来会成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他
禅宗、慧阳、智操等十三名棍僧夜入大营，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生擒活捉。第二天，唐军将王仁泽押到城下，当即斩首。群龙无首的郑军顿时乱作一团，被唐军攻破城门。看到大势已去的王世充也被迫投降。就是少林寺历史上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它被描绘在少林寺白衣殿的墙壁上。根据史实，这个故事或许应该叫十三棍僧助唐王更为恰当，但这并不影响他给少林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荣光。李世民登基后对少林寺大加封赏，赐给少林寺耕地40顷，水墨一炬，封谭宗和尚为大将军，并亲笔写了一道圣旨，高度赞扬十三棍僧的赫赫战功，并特别允许少林寺组建僧兵。从此少林寺和少林功夫名扬天下。56套，如今少林武僧们继承下来的功夫套路还有200多套，拳术100余套，器械80余套，对练20余套，其他功法10余套。晨练是少林僧徒一天休息的开始。所有的僧徒都知道，武艺的精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掌握少林绝技。在看似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日积月累枯燥而单调的苦练。同一动作，同一套路，或许要重复成千上万次。在这无尽的重复中，最简单的动作往往能被升华为最神奇的技能。这个要靠这个动作出去了以后，在众多的少林绝技中，最神秘的就是硬气功。武僧们通过对呼吸的调节和控制，将自身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某一部位，这叫做运气。练成了硬气功的武僧，运气后的部位会变得坚硬如铁，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抵御常人所不能承受的打击。象形拳是少林功夫中最奇妙的拳术，这些拳术套路施法自然，模仿动物的动作特点，学习动物的搏击特长，从形似到神似，兼具观赏性和攻击性。快！
合一是少林功夫中最核心的理念。自古以来，少林僧人都以参禅悟道为自身修行的目的，而练习少林功夫是在强身健体、保护寺院的同时进行修禅的方法。禅是梵语“禅那”的译音，意思是静虑、思维修，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菩提达摩把禅宗传入中国之后，以禅宗六祖为代表的历代禅师们极大地发展了禅宗佛教，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认为禅并非思想，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心灵境界。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研习者可以不必念经，甚至无需出家，挑水劈柴、扫地耕作都是修行。在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体会禅意，在日月变换、季节轮回的过程中领悟佛法，这是博大精深的佛教理论中无上的方便法门。以武术入禅可以磨练心智，反之禅学修为的精进也可以加深对武术内涵的理解，从而进入修习少林功夫的最高境界，禅武合一。这种修炼既体现了佛教徒对于超常神力的渴望和对于超常智慧的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唐代之后，少林寺进入全盛时期。五代十国高僧福居曾邀请全国18个门派的著名武术家到少林寺演练3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少林寺成了一个有名的会武场所，群英荟萃，各显神通。元代初期，住持富裕被忽必烈册封为国师，掌管天下寺院和僧人，而河南一带所有寺院统归于少林寺。中叶，少林僧兵团奉命出征抗倭。在1553年的一次激战中，100多名倭寇被全部歼灭。少林武僧们用超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武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此时，终日习武修禅、不参政事的少林寺却被朝廷认为是反清复明的中坚力量。少林功夫的延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特别是雍正年间曾下令禁止民间习武，即使是拥有千年习武历史的少林寺也被列入其中。然而，少林功夫的传承并未就此中断，他们开始将练武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进行。少林寺内最大的一座佛殿西方圣人殿，原名千佛殿，就是当时的练功房。在这座佛殿残旧的青砖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48个大小不一的深坑，这是少林寺僧人在那个年代仍在艰难地传承着少林功夫所留下的证据。想象要经过多少次的踩踏，才能够在坚硬的青砖地面上留下这么深的脚坑。当年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人同时练习，武僧们经过反复排列，最终确定千佛殿中最多可站下48个武僧。
在每个夜晚，这个大殿里都会按时传出武僧们出拳时发出的低吼。即使到了深夜，千佛殿内的练功依然不会停止，这里成为了师父传授心法秘诀的最佳地点。在昏暗的月光下，千佛殿内尘土飞扬，少林寺的上乘功夫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得以流传下来。民国晚期，少林寺被动地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这给他带来了建寺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1928年，军阀石友三与吴佩孚部樊钟秀团在少林寺以西交火，结果樊钟秀团被击溃。石友三率部追至当时作为樊钟秀团部所在地的少林寺，出于报复的目的，先纵火烧了法堂。次日，石友三又命士兵把煤油抬到寺中，继续进行焚烧。从3月15日开始，大火连烧40天，少林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紧那罗殿、六祖殿、钟鼓楼、东西禅房等主要建筑全被烧毁，少林精华尽遭浩劫。之后，少林寺到处是残垣断壁，徒僧四处行散，方丈素典与仅剩的30多名僧人勉强维持着一派破败的场景。这样寥落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一个特殊的契机使少林寺意外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全国公映，随即取得巨大的轰动，在香港及亚洲、澳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上映时，也引发起一股强烈的少林功夫热潮。这部电影改变了少林寺的命运，让这座藏于深山的千年古刹名扬天下。从此，少林寺从衰败中走向复苏。20多年后的今天，少林寺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寺院，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如潮水一般涌来。它的名气超越了语言和肤色的界限，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功夫爱好者来到这里拜佛习武。而少林寺也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世俗生活中去。武僧团走出了山门，把前辈武僧们传承下来的功夫带到了海外，为少林寺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这种曾经仅仅是作为僧人强身健体的手段的武术，就这样几度左右了少林寺的命运。500年前后，菩提达摩离开了少林寺。从那时候起，这个异国的僧侣就从所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佛教典籍中彻底消失了，只有他的故事还在以各种不同的版本在世间流传。而他身后的少林寺，在1500多年之后，正是完成了从一个宗教符号向一个世俗神话的转变。